好久没吃榴莲了，也不能说好久没吃，好久没拍了。咱们先，这是90块钱的啊，90块钱，咱们看的出肉率怎么样？戴着手套，这是干包黄肉，这个肉不大呀。肉挺小，但是味道可以。这房还挺大的，四房了啊，跟五房呢啊，这房也可以。看看啊，还可以，五房肉，三房小的，两房大的，90块钱，很值的。儿子，你尝尝这个甜不甜来？哎呀，大嘴儿，哎呦，吸大口，嗯，挺好吃的这个榴莲，明天再去买一个。我好几次就是买过好几次都没有这么好吃的了。你说这东西是因为它好吃才贵呢，还是因为它贵呢，贵才好吃呢？再吃一块，剩这三块给我大人留的。没吃够，明天再买一个。